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味书屋，我是志恒，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。鱼肉一直被视为一种健康的高营养食材，过年期间更是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鱼肉。鱼肉肉质鲜嫩，还富含优质蛋白、铁、核黄素、钙、磷等营养元素，对人体益处多多。近段时间更是有研究表明，每周吃一定量的鱼或能降低全因死亡风险。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广州市第十二医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对18215名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受试者进行了长达11年多的随访，结果发现，相比于每周食用鱼类0到3份，每份50克的受试者，每周食用鱼类4到6份，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%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23%。此外，研究人员还发现，在每周食用鱼类3到4份的受试者中，女性的死亡风险降低比男性明显。对于研究结果，研究人员解释，鱼类中含有的多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D 和膳等营养物质起到了重要作用，通过保护心血管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进一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。但这并不代表吃鱼越多越好，每周食用鱼类7到10份，全因死亡率降低8%，超过11份就和死亡风险没有明显关联了。除了保护心血管，降低死亡风险，长期适当吃鱼还有以下这些好处。一、健脑益智，预防痴呆。鱼肉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被称为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DHA， 它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及维持的一种主要成分，可以促进神经网络形成，信息传导加快，还对伤亡的脑细胞起到明显的修复作用。研究显示，老年人每周至少吃一次鱼，可降低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病风险，而每周吃鱼不少于2次的孩子，在智商测试中得分比少吃或者不吃鱼的孩子平均高出4.8分。二、保护视力。 DHA 还是视网膜的重要构成成分，在眼睛视网膜中所占比例则高达50%，因此适当吃鱼补充 DHA， 保证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养分充足，保护视网膜，对保护视力有积极作用。三、肠癌、肝癌风险下降。根据15年间对47.6万人的调查研究显示，与不吃鱼或少吃鱼的人群相比，常年多吃鱼的人患肠癌的风险下降了12%。背后的原因可能与鱼类丰富多种无机盐、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有关，比如磷、钙、铁、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D、 维生素 B1 和尼克酸等。鱼肉这样吃，美味又营养。一、健脾补肾鲫鱼汤。俗话说，冬季夏年，冬天正值鲫鱼产卵期，肉肥籽多，是鲫鱼味道最鲜美的时节。同时，补肾也是冬季养生的关键。中医认为，鲫鱼有较好的健脾补肾、利水消肿、补中益气的功效。如果能搭配黄芪、茯苓、干姜、白术，能更好地发挥健脾补肾两种作用，非常适合脾肾阳虚的人群
作为日常食疗方使用，有助于温补肾阳，强壮体质。肾阳虚的症状表现，夜尿增多，腰膝酸冷。脾阳虚的症状表现，大便溏薄，食少便溏，胃脘冷痛。健脾补肾鲫鱼汤，主要食材：鲫鱼一条，茯苓20克，干姜10克，黄芪10克，白术10克。做法：一、底油烧热后放入鲫鱼，大火煎至双面金黄。二、加入葱姜爆香后，将锅内多余的油脂倒出，然后往锅中放入泡软的茯苓、干姜、黄芪和白术，并加入足够的白开水。三、大火烧开后，再煲10到15分钟，等汤汁变浓白，开中火，继续炖至3到4分钟，即可出锅食用。二、香煎马鲛鱼。马鲛鱼又被称为鱼中极品，这种海鱼外形与我们熟知的鲅鱼类似，但刺少，肉质更加鲜美，营养价值也高，有着两高一低一好的特点，很适合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和小孩。常吃马鲛鱼有益于减肥，含有 DHA 和氨基酸有助于抑制，所含的牛磺酸对心血管也有保护作用。香煎马鲛鱼做法：一、新鲜马鲛鱼取中段到尾部，切成厚片，注意新鲜的马鲛鱼背部鳞片呈蓝黑色，有光泽。二、马鲛鱼片中加入蒜片、青红椒、紫洋葱，少许生抽和少许白酒，晃动均匀，腌制10到20分钟左右。三、热锅倒入少量油，将腌制好的马鲛鱼片上锅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。四、食用时可酌量加入小青柠汁，味道更佳。三、草鱼圆子。冬季天一冷，有部分人群吃水果容易腹泻，或者喝凉水胃里难受，这可能是胃寒。草鱼性甘温，有暖胃和中的功效，一着凉就咳嗽，不敢吃凉等胃寒的人群可以适当多吃点草鱼。年节家宴也少不了一道鱼圆，而做圆子最好用草鱼，肉多刺大好剔除，价格也便宜。鱼圆吃鱼不见鱼，也没有鱼刺食用方便，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。草鱼圆子做法：一、草鱼去皮去骨去刺去红肉，切条放入破壁机中，加葱姜一起打成泥，打泥过程中少量多次加水，总共加3次水。二、鱼泥中加入少量盐、味精、鸡精，搅拌均匀，鸡蛋清打成蛋泡，淀粉调稀备用。三、打好的鱼泥加入蛋泡和淀粉，手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锅中烧水，水冒泡时下锅汆熟。四、起锅前加入枸杞、大枣、生姜、油菜、盐即可。天冷了，很多家庭都有腌制咸鱼的习惯，没有食欲或是菜不够的时候，就会拿出一条来解解馋。但咸鱼中富含亚硝酸盐，这种物质能与蛋白质分解产物胺类发生反应，并形成强致癌物亚硝酸胺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目前已经把中国式咸鱼列为了一类致癌物，吃多了会导致胃、肠、胰腺等消化道癌症发生风险升高。因此，医生建议
平时尽量少吃咸鱼这类鱼肉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，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和志恒相约，每天不见不散。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幸福。